Hello， 今天咱是那个炸酱米线啊，29.9可以发7包，每包是350克的。炸酱米线你煮的时候你可以多放一些水，煮好了之后你可以把水看了，就像我这样挺着就行啊，或者是爱喝汤的多吃点汤的也行。那麻油家里快没有了，我就给他俩留了，他俩想吃米线，特别好吃。我没放那么多辣椒油啊，因为每次为什么颜色那么深，然后我放的辣椒油也是比较多啊，特别好吃。相信我就拍一单尝一尝，特别好吃。吃点米线，特别好，喝杯。这汤特别好喝，特别好吃。